传统中医对经络的认识，经络旁通医。经络学说是人体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在中医的理论体系里，经络被认为是沟通人体上下表里，联系五脏六腑的系统。《黄帝内经》说，人体的十二条经脉主管着我们的生老病死。《黄帝内经·灵枢·经别篇》说，十二经脉者，人之可以生，病之可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甚至还说，经脉是决定生死、调理百病、调整人体虚实的东西，不可以不通。《黄帝内经·灵枢·经脉篇》说，经脉者，所以决死生、触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可见，从《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开始，经络就已经成为医家诊断治疗、防治疾病、寻经取穴乃至药物归经的重要指导思想。古人说，学中医的人如果不深明经络的学问，就像人行走在黑灯瞎火的夜里，医者不明经络，游人夜行无足。可见经络学说对我们学中医的人来说有多么重要。经络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它们是如何组成的？古人是如何发现的？现在人们熟知的经络就是经络学说的全部内容了吗？为什么古人能发现经络，而现在没听说过哪一位中医名家能照查到经络？我们目前对经络的认识是否仅仅是古传中医的一小部分内容呢？我们先来看看传统中医对经络的认识。先必须搞清最基本的一点，如果说人体是一台机器，真气就相当于这台机器赖以运行的能量，把血想象成电或汽油吧，经络则是这些能量的运行轨道。按明朝医家黄甫中老爷子的说法，直行运输的叫做经，旁行的叫做络，见黄甫中名医指掌。也就是说，经是纵行的主干线，指十二条大的经穗，具体请参阅我前面的养生系列文章，二十四小时如何过，络可以糊糊涂涂理解为联络的意思，是经的分支，联系阴阳十二条经脉。现代研究经络的专家们居然把经络描述成比神经系统低级的传导系统，这样的伟大发现真是要笑掉李时珍等先贤们的大牙。现代的专家们显然比较业余，他们忽略了这最基本的一点，经络其实就是人体真气运行的通路。经络是如何组成的呢？用现代人能理解的话来说，经络就是由人体各个组织间大小不同的隧道所构成的。经络在《黄帝内经》里也叫做经髓。人体这台机器之所以能够活动，就是依靠经髓中的真气运行来赋予这台机器的各个部件能量，才能使这台机器能够有节律的运转。我在前面的文章里提到过，药物其实不能治病，药物最多只能起到调整体内真气的作用，从而使人体这台机器恢复其本来的功能。现代人常常饮食无节，起居无常，不良生活习惯一大堆，却奢望用昂贵的补药来滋养身体，这真是舍本逐末。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培养体内浩然正气，通经活络，各项生理功能才能得到恢复和增强。顺便说一下，经络上布满穴位，经穴的周围有不同的组织器官。做过针灸的人应该都知道，当针刺入经穴时，会触动某一个组织，
该组织就会发出酸、麻、胀、痛等各种真感，比如麻麻的触电感，就是刺到或压迫到了神经干。很多人以为针灸或按摩到痛和胀就是最好的，这是业余的说法。真正好的感觉应该是沉稳的充气感，那才是人体真气旺盛起来的感觉。当然，没有内证的人很难体察到这种微妙的感觉。我在前面的十二时辰养生的文章里已经附带着介绍了十二条正经，这十二条经脉首尾相连，人体真气在这十二条经脉里其实是做着纵椭圆形的运行。古人常用四个字来形容，如环无端，多么精炼啊。除了这十二条正经，还有另外八条奇经，任脉、督脉、冲脉、带脉、阴维、阳维、阴跷、阳跷，统称奇经八脉。如果说十二正经是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奇经八脉就是洞庭湖、鄱阳湖等大湖。大江、大河的盛衰靠大湖大泽来调节与平衡，这八个大湖中最重要的是任脉和督脉。人体真气如果沿着任脉和督脉走一圈，就是走了一个小周天；如果沿着十二正经奇经八脉都走一圈，就是走了一个大周天。为什么叫周天呢？这就得跟大家恶补一下古代天文学的知识了。古代的天文学认为天体这个大宇宙是圆环形的，中间有一条黄道带，黄道吉日，大家听说过吧？古代天文学家沿着这条黄道带把天体划为365份28星宿，便排列在这条黄道带上。北斗七星的斗柄沿着天体这个大圆环转一圈，就叫做一个周天。老祖宗把人体当作一个小宇宙，等同于天体这个大宇宙，人体上半身的黄道带便是任督二脉，所以如果真气沿着任督转一小圈，就叫转小周天。小周天上有九个大的穴位，分别为上丹田、中丹田、下丹田、会阴、尾闾、命门、大椎、玉枕、百会，正好对应着太阳系里的九大行星，身体上的365个主要穴位也正好与黄道带的365份相对应。如果人体真气沿着这365个穴位及十二正经和奇经八脉都走一大圈，就是一个大周天。这个理论基本是这样来的。大家现在明白了没有？为什么子时和午时特别重要？因为真气在这两个时辰要经过小周天。那么古人是如何发现经络的呢？胡图一，2010年4月4日。本节完毕。